没错，我也现在已经是金庸老师笔下的杨过，能够为大家表演啊、能够啊、以我自己啊、虽然不是百分之百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还可以的表演水准，然后去为大家表演啊、我是非常的幸福。在这里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，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过去的差不多十天都是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可是我并没有啊荒废。虽然我没有做很大运动，可是每天都会继续证明自己。歌神张学友去年六月展开巡回演唱会，吸引大批歌迷朝圣，然而近日却爆出感染新冠肺炎，取消三场演唱会，更一度遭谣传住进加护病房，身体状况引发粉丝担忧。昨15日张学友重返上海开唱，台上他为演唱会取消仪式亲自道歉。现在在这里像上个礼拜的三场取消了的演唱会的观众朋友们啊、道个歉啊、非常非常不好意思，然后啊、让大家失望，然后没有在这里也谢谢主办单位啊所有的我们团队的朋友啊、和伙伴们啊、做了很多很多啊、功夫去做善后，然后啊、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，然后啊、我没事了。没错，我现在已经是金庸老师笔下的杨过。康复之后再一次站在舞台，张学友格外感慨，在现场他也反复强调能够继续为大家唱歌，自己感觉很幸福。今天能够为大家表演啊、我实在是觉得我今天早上才坐飞机过来。哇、能够为大家表演啊、能够啊、以我自己啊、虽然不是百分之百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还可以的表演水准，然后去为大家表演啊、我是非常的幸福。在这里谢谢大家对我的包容，也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过去的差不多十天都是在一个房间里面，然后可是我并没有啊荒废。今年62岁的他为了证明自己体力仍很好，还现场表演一字马，让台下惊呼声不断。然后加入临时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V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